哎，下一集不是你是擂主吗？对啊，要不要研究一下？要唱什么歌？我其实比较想好了，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和爱在深秋里面，因为可能半梦半醒之间那首歌，它是在一个贯穿我爸爸妈妈和我这样的一个歌。我觉得我想唱给更多，就是跟我这个年龄的或者比我更小的来听来感受这个歌的一个魅力。 哦，这样。今天晚上举一定要听。我觉得要我们选的话，我首先不学粤语歌，我觉得在老师们面前，你知道吗？校长们面前，粤语歌我怕你们笑。会笑的。以前我们也翻唱过，但是在你们面前就不敢。我也唱了很多国语了，这没问题。很标准。没。我就斗胆选了两首粤语歌，选其中一个，一个是《谁可改变》。 另外一个是曾毅跟柯晴都有唱过，拿来比赛。但我想说，今天这边没有比赛，没有比赛，我应该可以选这首。是不是爱的根源啊？系啦系啦，真的。温室放的天际，是我的家园，生存自因我为你生。哇，好标准啊！好标准啊！ 刚刚唱几句，这就已经很好听。对啊，唱的不错了，真的。这样，校长唱一个，让给我们有点启发。好，我相信最长的歌能够大家都可能会唱到，就是《半梦半醒》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《细雨能逢春》，多少花花如梦。 我记得谭校长在春晚的时候演唱这首歌，好像有一个那个标志性的动作，有发现有这个动作，有吗？有，这样吗？抖音水中的鲜花，这样吗？不是，是从前往后摸，这样，抖音水中的鲜花，鲜花，而且还两次。 这边高能啊，这个，这你们两个选好了没有？选好了吗？你反应，有首歌，就是我记得我们刚才在中间说的是2004年，校长唱的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狼，你是我，你唱这个，这个很好听啊。 而且在深圳呢，有一段时间，都是那个快板。我决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好奇怪。这歌好难唱啊。刀哥写的歌。谁可改变披着羊皮的狼？ 你呢？挑完之后其实都很后悔，这歌好难唱。 还有新手相连啊，对哦，嗯，这首歌你不唱忘了，心与心，心与心相连，手和手相牵，哇，这个也很经典，嗯，真的，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感觉，对呀，好感动啊，穿越嘛，从现在又回到那边，回来这样过瘾。 这是音乐，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对对对，这能力很强的音乐的能力。嘿，院长会有什么选择呢？你会，我在猜你会选什么校长歌来唱啊？我不告诉你。不要说出来，我们得给校长一个惊喜。对呀。哎，好，好了，好呗，来，再来喝一杯，哎。 来，好，今天很高兴，很荣幸认识大家。那个，今天我和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给大家准备一个礼盒，待会儿大家一定要记着带走。哎，好，高端的品级。啊，哦，啊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帮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嗯，君乐宝的优萃有机奶粉。啊，就是优萃的这个有机奶粉。 还有跟脆脆在这里，悠悠跟脆脆，对啊，悠悠脆脆，对啊，校长超暖心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各位。